门仔出去，我阁无人，敢是门锁歹？无歹啊！这两个囡仔真好大胆呢，都唔惊吵了，还将物件搬了了。阁真正有贼偷。是你啊！是你啊！买你家暴啦！你来做啥？真正好心给雷精呢，早知影让你抱在涂骹，卡免起来碰碰叫。我想要跟你讲，别讲了。我借问一下哦，你也无住伫个家，是安怎你关遮大骹的行李？应该不是想要把恁囝的物件拢看看有走了吼。我摕我后生物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恁后生叫我苏伯安可，就跟我有关系啦。跟你分享一个代志，就准讲你是妈妈，你若无经过囡仔的同意，就袂当凊彩顶动着伊的物件，这叫做尊重。就是你这苏伯安可啊，听我袂到，袂到。大龙将将军为着一个无价值的查某囡仔，敢去配面？我知道你的目的啊，你就是存心要报复我，要好好过唔？对，我无想要报复你，而且梓潼什么时阵变作一个无价值的查某囡仔？你是捌啥？迄个林梓潼伊是……说煞去啊，病毒甲你冤。我真无想要甲你种个讲袂顺切的人讲。过来！你是查某人，真正是啊，讲无两句话就起脚动手啊！我就不是调工的，你给我给开！妈，苏伯安哥，苏伯安哥，你跟阮妈恁两个是？不，这代志不是恁所想安尼，这。你可能抓准讲你拄仔看到啥，啊，其实阮两个根本就无啥。我哎呀！你今日在讲啥？不要跟我念点点啦，有人当作是下狗。妈，你赶一卡这大卡行李箱来送啥？煞唔知这做妈妈的。会惊讲做后生哦，无时间通洗衫啦，就专工摕迄只大卡的要来甲垃圾的衫拢捆当去洗啦。妈一定想我甲伊起冤家，才决定要把我搬出去，把我甲梓潼带做伙。妈，我家己的事家己会处理，连恁大叔大姨甲我物件搬走。会造成我的困扰。好，安尼以后，你的代志我拢不爱管啦。赵大伟，梓潼啊。你莫睬伊啦，伊就带个冤家，所以面拗面臭，跟你无关系，你莫误会哈。我知啦，我袂可能心内。对，
啊对吧？哦哦哦，我专供面这哦，全台湾上界出名的鸡汤卖，给恁两个报警。这应该是要有中军的吼。哎，你讲啊，中军有，你嘛有。志同官，先把鸡汤哦烫烫的，我替中军给遐物件摕去房间，哈。来，中军，行行行，来房间。看起来总统对我的表现真正就无满意的，那安尼我感觉继续接国际续约这个 case， 啊，不过我拢已经跟人签约安尼，袂用的，我袂当因为这挂挫折就放弃，只要我搁较拍拼嘞，一定会让总统对我刮目相看。唉，无你甲你妈妈到底是安怎？那向要甲你的物件拢看我走？阿都。阮妈偷偷去调查史彤啊，认为伊过去无够检点，甚至阁讲啥物，伊破我袂起啊。所以，因两个就冤家。嗯。啊，毋过毋若安尼啦，我是听到阮妈甲史彤批评啊无一块好，我就气甲死去控制甲呛。我讲。迄当年你无结婚就把我生下来，敢讲这就叫做有贞操观念？查囡，你真正安尼甲呛声？迄话一讲出去，我就后悔啊！我嘛想要甲阮妈回信的，啊，毋过我惊我态度一落软，伊就要逼我离开家啦。哼，这下好啊，若毋免等我态度落软，伊就要我搬出去啊。你这样袂晓想啊！你妈妈一人把你带大汉，我哩还辛苦呢。你看，把你生到这样壮哉，如果落身材够好，缘投够礼貌，你即马竟然伫面头前讲这话，回这样伤心，你是不应该呢。你讲的我哪唔知啦？啊，知你搁甲应。我即马才想到你妈妈哦，听到这话，这样伤心，我哩。我是真正是介意梓潼的，所以这条红线吼，你娘替我牵成啦。当然的啊，我不是来这来啥意思呀、啊？静啊，鸡汤烫好啊，你不爱做伙食哦？哦，我还有代志要处理啊，你甲将军两人食着吧。啊，你别走来哦。你是有话要甲我讲？梓潼啊，我希望你会当了解，迄将军的妈妈哦，一人甲将军咧，叠个大汉咧，实在不了辛苦咧，这苦哦嘛无减吃过，所以哦，伊对身躯边的人哦，拢会较严格，唔是针对你哦，所以你卖可能心肝来，啊，嘛卖卡这牵拖到将军头壳顶，哈。我知啦。将军哦，伊真正甲我斗相共足济，啊，若是中党的，我知影伊毋是歹人啦。啊，伊对我有意见，我加加着离伊较远嘛。安尼袂歹，哎，将军替我加照顾下哈。对我应该啦。哎呀，还是你去叫伊出来啉鸡汤好。好啊，进出来啉。我带你出去，多谢。我来啦。嗯。哦，多谢。哎，这拉链卡掉的啦，无怪哦，你安怎救拢救袂开。你等我一下哦。温柔明丽，搁坚强。这么好的查甫囡仔，妈哪拢看不到伊优点啊！啊，好啊，又去。小妞妞，哎，这娃娃看起来足旧的，
刚是你自细汉抱到大汉啊！你先还我啦！哎、欸，你要先讲啊！你先还我啦！哎、欸！哎呦，你的家属是不是拄只安尼一地，搁脱臼啊哈？应该不是啦，是拄好跌到。淡薄疼尔，明明的学生啊，都在那笑。哎，那是我的小牛牛，好不好？什么我跟你唱？小牛牛，啊，不过伊看起来就是一只兔啊，哪会是牛啊？我就是要叫伊小牛牛，敢会用的？我知影啦，我拢大人大正啊，搁扎一只。有好命的布偶在身躯边，你敢要做我小弟无？无啊，我无安尼想。看起来这只牛，不是牛，伊是小牛牛，不是牛。歹势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伊对你来讲一定有足珍贵的回忆，对不？是啦，因为我无任何兄弟姊妹啊，啊，阮妈阁定下煞无用的，有一个甲我同款的囡仔，拢有家己的囡仔伴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会当陪伴我的，就是这只小牛牛啊。就算讲到今嘛，我也是该当作是我永远的好朋友。这种感觉，我嘛会当体会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嘛有一个规工拢爱毛条条的娃娃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唔是足有自信的。我想要爱啥，也是想要做啥，我拢唔敢讲。只有面对我的阿伯哦。阿伯、啊，你家你的不好叫做阿伯哦？是啊。虽然我的阿伯哦，只是一个用大毛巾绑起来的娃娃。那有可能啊？恁家进前嘛算是做好计啊，你要爱啥有啥，啊哪有所用大毛巾甲你做布偶啦？我着讲过啊，我细汉的时阵想要爱啥，我拢唔敢讲。阮妈佫甲重心放伫咧阮哥的身躯顶，阮爸佮阿妈拢伫咧无闲事业，所以我想要爱一个娃娃，当然都爱家己做啊。阿妈就是我的囡仔伴。接下来，伊予新来的使用人哦，当作粪扫甲弹掉，我阁偷偷靠足久的呢。原来拢共款哦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是安尼孤单。啊，不过即马你有我这个好兄弟啊，咱都唔免惊孤单啊。那呢，你敢知影这款好兄弟的关系？嘛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的。这，跟你骂完街，是不是因为你伫咧香氛会议顶管听我的关系啊？当然嘛不是，我是听你讲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也无到跟阮妈冤家的程度，我跟阮妈只是有淡薄意见不合。安尼就好啦。鸡汤哦，已经烫好啊，你赶紧去吃。阿家的行李哦，我等下再来替你整理。好兄弟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不想要做你的好兄弟啊。你是不是就会选择什么香港？